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现在嘉哥很焦虑哦，因为他手上有那个包子，有馒头，那个馒头一整颗都没有什么味道，他现在很焦虑，不知道怎么处理。把胡椒也可以切一下。对啊，现在丢掉很浪费，然后对，然后吃就吃得很辛苦。对，他现在想要拿去喂鱼。你看你要不要分给冰心公主啊？他一定不要了。真的假的？好吧。哈哈哈哈哈！这真的？为什么好好的人在变成变老婆了？在路边，在路边吃东西呀！疯呀！对啊，越掉越多，我帮你捡，我帮你捡。没事，好，帮你捡，没关系，我帮你丢垃圾桶啊。我最后去捡。好，谢谢。好了，反正我这样可以救我一下，烧完吃。好了，嘉哥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啊，对啊，至少。我刚才问他说有没有胡椒盐，我讲这样，这么假。二楼有漏手。哎，刚才丢掉一罐那个明太子酱。天哪，好可惜哦。发霉的什么东西？看一下。